到猪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， 今天来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地方，里面有很多颗球，嗯，一颗一百，然后它是换代币。好，我们去换代币，今天要找几颗？先赚两颗吧，一人一颗。你要最低三颗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反正我们找到了什么都是送给观众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对，就是三颗送观众。那么好。对，我们先去换代币，然后看有什么大奖的。香港七加九，七加九是什么？就是机票加酒店。你不要问那么蠢的问题。好，先去换三百。三个。香港七加九还有多少？它好重哦！真的假的？好重。这个代币真的是蛮重的，它是真的是代币，就是一个铜钱。嗯，你知道有位 YouTuber 也有拍这个吗？不知道谁，很有名，他就是转到中大奖的。谁？哦，就是乌鸦。哦，我很喜欢看他影片。他就是也是大喷泉的。对啊，就是金色的吧。你需要动什么？不知道。转船喽，出发！什么颜色？蓝色。来喽，起航喽！什么起？很轻哎，对啊，都超轻哎，来开啦，来开啦，希望都是大奖。可是听说金色才是大奖，那我先开我的，先开我的。赚到什么都送给观众，除了大奖。嗯，见真章喽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靠！哎，它是每一个里面都是一张纸，是不是啊？是吗？是吗？哎，我抽到的是什么？你们看，就是3D 的放大镜啊。换你，换你，换你。你干嘛？怎么就是纸？我蓝牙耳机耶！蓝牙耳机，对啊，哇，蓝牙耳机啊！哎，他这边的奖品其实都还不错哦。对啊，谢谢那位提供我这个资讯的观众，你让我们抽到还不错的奖品。对啊，蓝牙耳机耶。好，再继续看下一个，都是纸哎，是不是？这是桌游，来看是什么桌游？我打猜。敲兵哦，就是企鹅敲兵，还不错哎，难道花10000块来这种？不要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没有那么多钱。我们就是中这三个，我们先去换奖品给大家看。哇，它这个仓库都是那个奖品，谢谢哦，酷啊，白色的，哇，谢谢哦，好大哦。好啦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三个奖品：蓝牙耳机、3D 放大镜、企鹅敲兵，超大盒的啦。这一盒送观众，这一盒我抽到的也送观众，和这个蓝牙耳机、薛草的药，加欠观众一个礼物。那就再去抽啊！因为我原本就是说什么奖品都要送观众，可是轩就是草的药啦，所以就是我再多转一颗，看能中什么就送你们。好想中金色的球，起航喽，各位！蓝色的，哇！好了，不要耍帅，厉害吧？你丢丢看啊！你有没有觉得我厉害？好，揭开了。蓝色，会不会又是那个放大镜？傻小，它写梅森杯。梅森杯，我看看。梅子的梅，森林的森，然后杯子的杯。我先去换了，直接去换。谢谢。亲爱的薛宝贝，请问我们梅森杯是什么意思啊？梅森杯哦，它是榨，它是类似放果汁的，对，放果汁的。哎，我觉得这里的奖品真的很不错，在三育电视台前面这边的一个牛带筋，嗯，真的真的很厉害。等我赚大钱，我或许考虑清啊，但是我现在没什么钱，我没办法清。上次乌鸦清多少？10000？我忘记了。你看，反正他都几万起跳，他转了200-300颗球。真的、哦，好啦，就这样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结束。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扭蛋机，真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喜欢你们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，就去帮我订阅我。我是 CHU， 大家我们886有厉害的扭蛋机，欢迎大家推荐给我们，我们都要去玩一下，然后抽中奖品都送大家。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，订阅订阅哦。